不，近日两名男子从上海来抚顺出差，因为从小在南方长大，没有见过冰冻的河，他俩便在冰面上行走。其中一名男子不慎掉进了冰河里，当坠冰男子被救起的一瞬间，他委屈地说，是谁说东北冰面上能过车的？希望当地相关部门严肃查处这块冰，他为啥不按套路出牌。